其实我从来没有用过这种交友软件，第一次就遇到你了。真巧，我也是第一次，平时啊都太忙了，没时间。哎，现在电商界这么发达，你们做物流的是不是特别赚钱啊？还好了，这不，我们公司啊刚刚拿到 A 轮融资。你也知道，这创业初期嘛，确实比较苦，也比较累。好棒！可是你也别太辛苦了，毕竟身体也很重要嘛。谢谢啊。哎，对了，你是摩羯座的吧？对啊。是不是快过生日哎呀，你看，我本来啊想买这个手镯做生日礼物的，但是国外代购还有好几个星期，国内专柜要贵好几千块，现在只能戴这个旧镯子了。哦，哎，那什么时候啊？我送你。下个星期，你还是不要了，太奢侈了。美好的事物啊，总是奢侈的。你看，这公司啊，还等着我开 B 轮融资的会呢，要不咱们改天再约？等我电话，走了。喂，老板，哦，我到公司门口了，老板，哦，到了，喂，喂，孙子，啊，你一天天不好好干活，瞎忙什么呢？两件货送你这么长时间，公司刚拿到 A 轮，你不知道？创业初期谁不辛苦，谁不累？我警告你小子啊，你再这么浑水摸鱼的，立马给我滚蛋，明天都不用来上班。超哥，这孙子又骂你呢，习惯了。哎，对了，这个你发的什么东西啊？哦，海淘的，你找到没啊？翻半天了，没有啊。你赶紧找，我着急用呢。哎，不是，你最近泡什么妞啊？赶紧的，给我看看。哎，不错呀，跟网上的一样。行了，你赶紧找啊。哎，好。买了买了买了！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没有你说的那个什么什么拉梅，给你买了个国产牌子。讨厌，又给我买国产的！不要吵了，用什么不一样啊？差好几百呢。进口的就是比国产的好，我还得买个手链。什么？你还要手链啊？对啊，看看有什么好看的，拍照片给我啊。好吧好吧，我去给你拍下来，你自己上网买啊，千万别买真的啊，听见没有啊？知道了知道了。
败家玩意儿。昨天晚上我妈过来陪我住的，她睡觉比较早，所以我手机关静音了，没有接到你电话，对不起啊。那好吧，有你妈照顾你我就放心了。生理期啊，你要多喝点热水，哈。美女，这个我能不能再试一下？小姐，这个都第三条了，要不然您把刚刚那两条再带上，再拍一下。好啊好啊。哎，这个网上能找到同款吗？哎，美女你好。你好。他那条手链能不能借我看一下？先生，您不打算拍一张吗？拍，拍拍拍，麻烦了啊。谢谢啊，谢谢。谢谢啊。就是这条手链，这条手链我要了。哦，好的，先生，一共8200。这么奢侈啊？你是给女朋友的吗？美好的事物总是奢侈的。给。不好意思，先生，我们的收银台在那边。哦哦。不好意思啊，那边。小姐，不好意思。喂，你好。啊，对对。哎，等一下。我马上就到，你们那小区啊，我经常送。对对对，我就在路上呢。哎哎哎哎，好嘞，哎。哎呀，人家没有想要这么多东西的，你非要买，太奢侈了。你喜欢就买了，你说过，美好的东西都是奢侈的。再说了，你昨天晚上那么……哎呀，小声点，有人呢。没事，就一送快递的。今天晚上去我那儿。讨厌。哎，怎么了？
你不会说句对不起啊你？你丈夫说叫明年吗？是。
警察为什么不做了？我们几个人也就你有份正经工作，现在你还不干了，你想干嘛？警察是不是人干的工作？警察怎么不是人干的工作？我不是人。你怎么不是人了？我是克隆人。克隆人也是人呢？你当不当警察也解决不了你是不是人的问题。那我想休息休息行不行？行，休息没问题啊，你可以在我这儿休息啊，又不浪费时间，想怎么休息就怎么休息。可是你干嘛要把警察这职业辞了呢？小婉，柳欣呢？刚给他打过电话，他说在路上遇到点事情，马上来。你再给他打个电话催催吧。喂，在哪儿呢？新闻？什么新闻？观众朋友们，就在今天晚上，在市中心的嘉禾广场发生了一起重大电梯坠毁事故，电梯内的一名男子和一名女子全部身亡。据警方透露，商场内闭路电视全部故障，未拍到任何有用信息。近几个月来，有关电梯的事故屡见不鲜，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么方便生活的机器变成了索命的关键呢？目前警方正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，请继续关注我们的报道。联盟？什么联盟？你看见什么了？我觉得这事儿跟联盟有关。一声巨响。啊。奔跑而去。啊。门都飞了。啊。我都惊了。还有其他吗？啊，还有。哥，赶紧过来看。想起什么来，要跟警察说。我刚才丢了一把硬币出来，没想到。五毛的硬币里还有镍的成分，能浮在空间里，说明电梯充斥着电磁能量，其程度远远超越我们生活的空间。我都惊了，这你都知道？哎，那尸体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？警察好像说，人是被电死的。电死的？看我干嘛？我又不是警察。你不是警察？什么意思啊？你等会儿再研究这个问题。你刚刚说看到联盟的人，看到联盟什么人了？我是看见那么一个人。什么样的人？电梯里的第三个人。人呢？跑了。你是觉得这个人是执念师？朝阳公园李先生早上8点出的件儿，你到现在还没送到。甜水园东里王先生上午9点半该到的，你也没到。超哥，你这一上午都他妈忙什么去了？还想干不想干？哎，我听说你小子最近还泡个妞是吧？就你这一天吊儿郎当这样，哪个妞跟你一块玩去？哎，你是不是把你当我了？我这一创业，哎，就拿了 A 轮，我再拿2轮，我就可以估值上市了。到时候我可就是名副其实的向总。你知道向总现在想什么吗？向总在想啊，到底再不再给你小子一次机会。你说这给你机会吧，成全你了，但吃亏的可是我了啊。好，走。
也许这个人只是个送快递的，看到电梯摔下来害怕跑了。可是我是亲眼看见他从电梯里跑出来的。这事儿也正常啊，换作是我，电梯咣的一下掉下来了，里面还带一死人，我不跑等什么呢？是电梯事故总不可能是这一个人做的吧？脑子呢？五毛，五毛，刚才不是你说的电梯里的电磁能量超出了正常水平？哎，有没有可能是电磁能量导致的电梯事故呢？好像是有点道理。明天，明天，帮我们想想啊。我对你们人类的事儿不感兴趣。我说的不是人的事儿，是联盟的事儿。联盟的事儿跟我更没关系了，我又不是联盟的人。不管你是个什么东西，你都是我们的朋友啊。那你告诉我，我到底是什么东西？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还有个人样吗？我就不是人，我都不知道我活着是为了什么。不管你是什么，只要有我们在，你必须振作起来。你说你不是人，那我们是什么？执念师就是人了。这事儿跟联盟有关系，难道你就不想知道你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们还想知道我们怎么变成现在这样的。对啊，你不想知道吗？我不想，我想也没办法。我不会禁止时间，我也没有监狱，不能意识穿越，我也不能……算了，反正你也没有了。可是我有斗志啊！别动！干什么呀？吓我一跳！不就是个沙漏吗？紧张的什么呀？哪来的？那么多废话，从老家哪？我小时候也有这么个玩意儿，我妈给我买了个大沙漏，说沙漏里的沙漏完了，我就可以出去玩了。我爸在我八岁的时候也说，等沙漏里的沙漏完了，就带我去海边。可他再也没回来。所以，这是你爸留给你的？我爸？哪有什么爸？就这样吧，我对你们的案子真不感兴趣。你们先走吧，我想休息了。明天，你要是想找爸爸的话，那我就给你滚。你回来啦？怎么样？真是见了鬼了！事发当时监控录像全坏，肯定是联盟干的，只有他们才能干得出来这种事情。他们干嘛要杀电梯里的人？有个送快递的给他女朋友买了一条很贵的手链，会不会……你一定是搞错了，一个送快递的怎么可能买得起真手链？要买也是淘宝同款或者海外代购啊，这个人一定不是送快递的，他是联盟的人。啊，那我们怎么查啊？找人还是得找警察。可是明天已经不愿意当警察了。再跟他谈一次。我先给你，只要你欢喜，你让我每个明天都变得有意义。生命虽短，爱你永远不离不弃。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，就像天边最美的云朵，春天又来到。
没声了。哎呀，就是，怎么了？是不是坏了呀？哎，谁会啊？谁懂啊？给看看啊，接着跳啊！这怎么？这谁懂啊？谁懂啊？啊！你说过，美好的东西都是奢侈的。再说了，你昨天晚上那么好。哎呀，小声点，有人呢。没事，就一送快递的。今天晚上去我那儿。哪个妞跟你一块玩去了？哎，你是不是把你当我了？你好，白博士，能跟我们谈一谈您是怎么看待新科技能源的吗？关于这个清洁新能源，现在是嘉禾广场电梯坠毁事故的跟踪报道。12月27号，在市中心的嘉禾广场发生了一起重大的电梯坠毁事故，电梯内的一男一女全部身亡。据警方透露，商场内的闭路电视全部故障，未能拍到任何有用的信息。干嘛啊你？你不会说句对不起啊你？那个女人看到我了，那个女人看到我